说什么了？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还有呢？我什么？那些熊大熊二干嘛了？苏苏，你别撑门子啊，听到吗？滚！快点！不要哭了，我还呢。我忍耐有限度啊，换地啊，没了半日天了。快点！听到了，快点！难道那边吃完我就没了？做完作业会给你。哟，六神无主，六神无主你写的？六神无主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六神无主，就是神仙没有主人。WHA-